去这3个多小时，来到了离湾区最近的滑雪场 Bear Valley 大熊谷。我们还请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家庭 Vincent 宜家。Hi everybody！ Hi， 我们家的 Mandy 呢，技术还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今天准备把它送到 Cup Club 这个 school 去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滑雪了。小朋友在 Cup Club 这里，除了可以学习滑雪，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儿童中心还提供午餐和零食哦。你会不会滑雪呀？我家里根本就不下雪，我怎么会滑雪？我也不会滑雪。把小朋友送到这里，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享受滑雪的乐趣，同时小朋友又可以学滑雪和得到很好的照顾哦。Elbows in front of our chest, out front, like you're hugging someone? Yeah. Just like this? Slide it out. Just like that. There you go.这里的教练都是专业认证的，不到2个小时就学会了。OK， 我会好啦。Bear Valley is the Bay Area's best kept secret for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We are 3.5 hours from most Bay Area locations on scenic Highway 4. We have excellent terrain variety for beginners through advanced skiers and snowboarders, and amazing lesson programs to teach the entire family.Bear Valley Lodge 酒店离雪场只是几分钟的距离，玩了一天可以很快的在这里享受家一般的温暖和舒适。在滑雪的时候看到我的孩子迅速的成长，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哎 Sherry， 你怎么还不下来？我没围巾。爸爸也没有带围巾，快下来吧，勇敢一点。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主动迎接挑战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他们真的长大了。观众朋友，我发现大熊谷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 ski 不会那么拥挤，整个旅程简单又温馨。如果您想带家人去一个离家最近又不那么喧闹的滑雪场，不妨考虑一下大熊谷 Bear Valley。Bear Valley 从现在开始到2月底举办雪中情有奖征文活动，只要投稿来分享你在雪中的快乐，即可获赠缆车票一张。一等奖会有免费住宿、租赁器材、免费教学等等优惠，赶快投稿吧 ！Travel at ntdtbsf.com。